想和老板确立关系，却被拒绝。估计老板没少熬夜打游戏。给老板买个早餐吧。哎，老板，老板怎么又不在啊？手机又放了。谁呀？又是他。喂，你总找我女朋友干嘛？女朋友，我都弄清楚，她就玩玩而已。什么？老板怎么是这种？老板，你会和你的前任复合吗？会吧。那你就和你前任过去吧。站住！抽什么风啊？不理这个吃着玩的，看着锅里的女人。哎呀，你说老板他吊着我和他前任复合？不会吧，老板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你拿什么呀？他见我有喜欢的人了，那是我员工用的怎么样？不会是在说我吧？这就你说的老板脚踩两只船吗？这个借用一下。哎，老板，在忙啊？你进来干嘛？你是不是没事干了？啊，不是，我就看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给你整了一个萌萌玩具，给你治愈一下，你看多可爱。我师傅平时对你太好了，才让你这样肆无忌惮。哎呀，那你就收一下吧，老板，多可爱，好像是挺可爱的啊。嘿嘿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偷接我电话了？老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我以后不接了，以后不接了，你不要扣工资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也是我的前任？老板，来日方长。哎呦，隔壁王叔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啊，长得又好看，学历又好，就是太磨叽了。这他妈等了俩小时，人都没来，这太不尊重人了吧？多大了呀？啊？啥情况？啥时候找个对象？催婚呢？这是？家里人都等着你结婚抱孙子呢。好戏啊！烦不烦呢？天天催，天天催，我现在给你找一个新的。不是老板吗？赶紧溜。找了被发现了。老板，老板好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我没有，没有吧。那行，那我们结婚吧。啊，老板你太冲动了。我就冲动了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哎，走。哎，那我们结婚吧。没想到老板真把我太冲动了。我就冲动了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哎，走。哎，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不是老板。咱真结啊？跟我结婚委屈你了？哎，没有，我身份证带来了，你看。走吧。我不是老板那个。不二婚，他这是冲动行为。干嘛？我先上厕所吧。你个大男人，干点事磨磨唧唧的，赶紧今晚还回去上班呢。不是，这个老板，我再思考一下吧。他这么着急，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想什么呢？走啊！哎、不是，走、啊，太草率了吧？哎，走了，付钱拿证。莫名其妙就和老板结婚了，接下来我在公司该怎么上去了？哎呀，又迟到了，完了！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像你应该知道叫我什么吧？啊？不，老板啊！啊！这！田总。你啊？难道老婆？哎，你干嘛？不，完了，我不干净。咋？那个，你早上没有吃饭吗？后都会撒娇了。你喂吗？我吃过这个。我又不嫌弃你、啊。哎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没有，没什么。给我。那我和老板商量工作上事呢。我和老板没什么，别瞎想啊。那你咳什么呀？跟喝口水吧。谢谢啊。糟了，触碰了女人的底线。Later， 老板找我啊？把他们全喝。这么多，老板，我又不是水牛，我怎么能喝这么多？一口气，你不是爱喝吗？啊？你不是爱喝？老板，你干嘛？啊？哎，老板，我喝了。老板，老婆，喝点了。不喝了。女人一天一个样啊，昨天还不嫌弃我呢，今天又嫌弃。我给你擦擦好吧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啊？什么？
哎呀，好了。天哪，老板这么主动，我真有点不习惯。老婆，你怎么又亲我啊？哎呀，我都感冒了，你就不怕我把感冒传给你啊？不怕。此时此刻，我是地球上最幸福的男人。杀！哎呀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不是，你都感冒了，你还穿这么少啊？把衣服穿。就不穿啊。我这穿的多好看呢、啊！我可是老板，一会儿还要开会呢，我不要面子。不是你这两天降温的，你穿的什么样？露肩膀、露腰，哎，脚脖子还露的。你说这外面有几个姑娘像你这么穿啊？穿啊！我不冷，就不穿。不穿是吧？老公让你穿，穿。嗯，快点，还委屈上了。没想到老板还有今天。呀，这好丑啊！这怎么穿呢？我一会儿要去开会呢。这哪丑了？你这什么审美啊？这混搭风多好看，这哪不好看了？不好看、啊。没。老板，你今天穿的衣服好大呀，是穿男朋友的吧？看，都说你好看呢。是挺好看的，老板。我穿的衣服是挺好看的。他还得意上了。哎，老板，你今天穿的衣服不太一样啊，这什么风格啊？男友风，懂不懂？有个女生加我好友，天天找我聊天。不是，老板，你摔我干啥？手滑了。老板有事没事啊？现在的姑娘可真是无耻啊！我可是已婚人士。笑这么开心，你和谁聊天呢？我发现你没有以前对我好了。又闹足啊！你居然敢凶我！我没有凶你啊！你就是不爱我了，哼！这啥情况？这是莫名其妙。老板和谁聊天呢？我就这么开心？什么？他居然敢试探我！这个女人太气人了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有意思吗？试探我。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别给我来这一套啊！我不吃这一套。哎呀，哎呀，别动不动亲亲亲亲，我吃你这套吗？啊，你天天给我来这套，整那些没用的。你说的有用吗？我再叫一声。老公。哎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你不这样做不好啊！你以后。敢用美人机、啊、好了好了好了，居然把我把你办公室不太好。那行，我也有问题，以后应该多抽空照顾照顾你，陪陪你。哎，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错了就好，那我原谅你了。